谢谢主神，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欢呼颂赞你的名，直到永永远远，阿妹。全能真神，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只存到永远。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是存到永远。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是存到永远。荣耀的名，哈
全能与你相遇，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的主，你永远不会改变，天地万物都会灭没，神啊，永远不会改变。无论人能与你相比，所有的荣耀都当归给你啊！哈利路亚，呜呼，耶！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基督，谢谢你。哦，哈利路亚，谢谢你。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基督，谢谢你。主啊，是的，唯有你是我们得胜的泉源。主啊，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啊，你为我们摆设一切的宴席，在我的敌人面前，你已经向我们向他们夸胜了。主啊，你让你的儿女们向我的仇敌夸胜，不再定睛在自己的环境，乃是单单定睛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慈爱。因为你是得胜的主，我们就得胜有余。谢谢耶稣基督，荣耀颂赞的归给你。天地万物都会灭没，唯有耶稣基督，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谢谢主，荣耀颂赞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服侍上帝的道路里头，你孤单吗？有没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多人都不了解你，很多人都不明白你为主承担的一切是何等沉重呢？就在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想一段不孤单的经文。但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一个很大的恩典。昨天我们思想约拿单和一个没有名字的朋友，一个少年人，他们两个人登上了以色列历史的舞台。每次思想这两个人，心里头总觉得有一点难过，好快他们就要离开历史的舞台。这么美的情谊一起征战，但是很奇妙的，上帝就为这一个看起来快要陨落的、不被纪念的，承接了另外一段的友谊，把这个主题再一次的凸显出来。他就是约拿单的好朋友，我们都认识的大卫。在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希望上帝透过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心说话。如果你的心常常觉得自己孤单，如果你的心常常觉得好多时候整个团队都不认识、不了解、不明白你，我希望这段经文成为我们的安慰。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一节，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里头，本来我们应该要寻找的是一个失落的身影，约拿单。本来我们应该要寻找的是一个孤单的身影，约拿单。但怎么会想到，就在这个应该要看到孤单的时刻，我们却没有看到孤单。应该要看到嫉妒的时刻，我们没有看到嫉妒。应该要看到有冲突的那个时刻，什么都没有看到。看到的是我们觉得无法相信这两个人的特质、能力、年纪、恩赐那么靠近，那么一样，那么应该彼此竞争，怎么会有这个结局呢？怎么会是约拿单爱大卫，经文连续说了两次，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大卫的一生有两个人脱过外袍要给他穿，一个是扫罗，一个是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大卫穿了扫罗的衣服，穿了就脱。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约拿单给大卫的不是一种人生的经验哦，你发现扫罗给大卫的是他人生的经验，因为他告诉大卫说，你如果不穿上这个战甲，对方可是职业军人，按照现代中文语本的翻译，他是一个从小都做战士的。和合本说，就是他很懂得战争的，你如果不穿上这个，穿了有什么用？穿的还不是跟你一样害怕，对不对？扫罗穿了没有用啊。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后，
竟然约拿单把所有一切尊贵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了，之前以色列全境当中物以稀为贵只有两把刀，约拿单把他手上为二的那个刀给了大卫，约拿单把他一切给了大卫。这是一个很美的经文。常常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历程里头，不要说在教会，在一般的工作场域当中都一样，充满了竞争，充满了同质性靠近的时候，人生怕自己在那个竞争当中没了一切的资源，所以要更努力的巩固原来的资源。但没想到约拿单把他仅有宝贵的资源都给出去了，都给出去了。我们真说约拿单你好单纯，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这个单纯的约拿单不只是救了大卫的命，这个单纯的约拿单救了以色列的王，他用那个最单纯的心拯救了大卫，让他在一开始就要进入一个充满斗争嫉妒的舞台里头能够先领受单纯的爱。弟兄姐妹，在大卫成长的历程里头，他没有经过没有体验过这么无私的爱，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象他的原生家庭，大卫上头有七个哥哥，哪一个哥哥喜欢他？特别是当撒母耳当着他们的面高抹大卫的时候，嫉妒的火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当大卫站上以色列舞台的时候，在那个以拉山谷，他的哥哥就说：“你来这里干什么？你不回去 读数学、读物理、读化学？”哥哥说：“你回去牧羊啊！你放下那个羊不顾，你来做什么？看热闹。”哥哥很讨厌他的。大卫从小不被爱，不被他的哥哥所爱，爸爸也不爱他，不然怎么会把最小的儿子丢到旷野去牧羊？那么危险的工作给他一个儿子自己去做。所以你知道大卫的成长历程当中没有经验过那么无私的爱。可是就在大卫登上以色列历史舞台的那一刻，上帝把有形的战衣借着约拿单给大卫穿上，但把一个无形的单纯友情的爱为大卫穿上。大卫的单纯正是在约拿单的单纯当中一发显得他的力量。大卫的单纯你可以说是他本质性使然，或许一部分是，可是你在这个变动历史变动环境的当中，你却看见神为大卫留了一个恩典，看得见的恩典，一个愿意支持你无条件全心支持你的伙伴。我们看另外一段的经文，十九章，隔了一章我们看见有什么变化，第一节到第七节，扫罗对他儿子约拿单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却甚喜爱大卫。约拿单告诉大卫说，我父扫罗想要杀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地方藏身，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我看他情况怎样，我必告诉你。约拿单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他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他。约拿单叫大卫来，把这一切的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不只是第一次这样保护大卫，爱大卫，在接下来的故事，大卫遇到困难，约拿单是帮真的，他不是锦上添花的人。你可能说啊，大卫回来，约拿单为了要笼络大卫，这是一种政治性的举动，我先笼络他，之后拉在一边，再找机会把他踩下去。不是，在这个机会他大可以把大卫踩下去，但他留住大卫的命，努力的在团队的当中，在一个有影响力位分的领袖面前替大卫说话。我们在约拿单的单纯当中，我们看见他要的不是自己的位分，他想的是以色列整个的国度，整个的战局。扫罗想的是
他的安全感，但约拿单想的是整个民族的安全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渴望能够有好的朋友吗？我想很多人都渴望，可是好的朋友要先从我们的心看见什么开始。如果你只单单看见那个人，其实你很难在别人的身上找到你喜欢的，因为所有的人你只要近距离看，拿放大镜看，只要日子相处一久，所有的缺点都跑出来。其实你想想大卫，他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单纯，是他有时候单纯，有时候没那么单纯的。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他不是打赢了那个哥利亚吗？经文告诉我们，那个大卫啊，一路拿着那个哥利亚的人头，拎拎拎拎拎，拎到耶路撒冷，炫耀啊，我把哥利亚打死了。有时候大卫很单纯，但有时候那个动作，你看那个扫罗气不气？我怕那个哥利亚，怕的要死。你哥利亚的人头拿在手里，拿了那么长的路，从以拉山谷走到耶路撒冷。弟兄姐妹，约拿单如果要用放大镜去看大卫，他会看到很多缺点。可是约拿单把他眼光放得很大，不是要放大镜看大卫，是看得很大，看到整个以色列需要这个领袖。我们常常在一个格局的当中反映出自己内在的狭小，因为我们看见的是，我如果这个人进来就抢了我的位分。但约拿单看的是，这里需要好多领袖，这里需要好的领袖，因为这个国这么大。愿神帮助我们，在整个面对家庭、教会、工作各样的分析，不要永远只看自己的孤单。要解决真的孤单吗？很多时候基督徒用自己的孤单想要换取上帝的怜爱。上帝要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眼光放大，不是要放大别人的缺点，是放大神的国度。当你把神的国度看得很大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好多，是啊，他有缺点一如我一样，是啊，他有软弱一如我一样，但是我们要在一起，好使得神的国能够坚固下来。神的国绝对不是你死我活的，神的国绝对不是我的团队有资源他的团队就会没有资源，他的团队有资源我的团队就会没有资源，不是。我们有的是上帝啊，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有什么好争的呢？就如果是这样，即便在公司这个看起来应该要争的环境，也就求耶和华为我们征战吧。耶和华神真的会为我们征战的。也就把这一些看起来不可爱的，可能会拦阻我们晋升的斗争的，这些都放在一个够大的格局的里头。因为你的心有多大，你的态度就有多宽广。愿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在今天早上透过约拿单，理论上他应该失落的，理论上他应该要孤单的，但他因为看见整个以色列的需要，他的心与大卫深相契合，他爱大卫，这种单纯的爱就让大卫的一生留下永远没有办法抹灭的记忆，那个单纯的兄弟情谊。你会在很多诗篇的里头反映出大卫虽然身经百战，但依然有那一个单纯的心灵在他的深处。如果你渴望在我们的教会里头，弟兄姐妹的唱诗常常能够从心灵的深处唱出那一个真实的赞美，你应该跟你的弟兄跟你的姐妹建立那个真实亲近的关系，因为单纯的灵能够引动单纯的心。扫罗的奸诈嫉妒常常要刺激大卫，但若非约拿单先把爱放在大卫的心中，恐怕常年旷野的奔波，大卫也可能被恶来激发他的恶。拿巴就是这样激发了大卫的恶，让大卫差一点杀拿巴，流无辜人的血。亲爱的弟兄姐妹，深愿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约拿单，先不跟神说，神啊，我求你为我预备，我们先跟神说，神，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成为别人的约拿单，让我在生命的历程当中能够愿意与别人成为分享资源的人，愿意与别人成为成全他生命的人。好吧，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祷告一开始，我要邀请你，求上帝医治我们过去曾经被朋友伤害的心。有时候我们想要这样，想要单纯，我们不是没有想过，但是我们被伤害了。有时候那些负面的记忆累积久了，我们实在很困难再重新相信人。好吧，我们求上帝医治我们的心，使这些受伤的记忆在他的恩典当中被抹平。我们来祷告。
主啊，你知道我曾经这样相信，主，你知道我曾经这样希望这个人能够被相信，主啊，但是受过伤，但是知道失望，主啊，我求你不看我的失望过于你的幅度，主啊，让我能够重新被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安慰，再一次被你的话语来光照，让我不看自己的失望过于你的工作，我知道你终究是要成就新的事，终究是要成就美的事，谢谢。阿爸父神，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好的属灵同工。主啊，什么是好的属灵同工？主啊，并不是好像凡事都跟我们是一样的想法，都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说了什么话，他都附和我们。主啊，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是有一个更高的眼光，主啊，他们所说的话可能跟我们所持的理想是不的立场是不一样的，但主啊，我们同样都有一个为主火热的心。主啊，我们是这样子对你火热，主，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困在过去的那个负面的这样子的经验里面。主啊，恳求你的爱充满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过去那些负面的这样子的记忆。主啊，帮助我们，你的爱这样子，你爱的能力来复辟我们，医治我们过去的伤口，好叫我们真的是在那个伤口上面长出健康的皮肤，长出健康的肌肉。主啊，我们的心不是那么容易的因着这样子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这样子的磨合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受伤了，好像我们就一致就失望了啊！主啊，我们好像就是这样在你的征战上面我们就退下了。主啊，因为你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主啊，我们要为着这一切的过去的伤口来感谢赞美主，因为主啊，你允许我们去面对这一切，就是因为我们要在这里面得着益处。主啊，所以主，我们要欢喜快乐，主啊，我们也要不失望的继续的来到你的面前。主，恳求你将合一的灵赐给我们，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被上帝拣选的领袖。你知道吗？有时候这些领袖恰恰好就是你讨厌的那个人，有时候那个领袖你不想觉得他应该不是，但很可能他就是。我们求神挪开我们对很多人表面的看法和判断，就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求神改变我们的眼光，真的要看见他们就是神所要用的人。如果神今天催逼我们的心去和好，你就和好；如果神今天催逼我们的心要放下攻击，我们就放下攻击的言语。好吧，我们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神所拣选的领袖。亲爱的主啊，我求你帮助我改变很多我对长老的看法，我对同工的看法，我对伙伴的看法。主啊，如果这些看法不合你的心意，求你挪去，求你赦免我，求你用你的宝血遮盖我，让我重新对他有新的看法。因为我知道你拣选他，一如你拣选我；我知道你爱他，一如你爱我；我知道你要用他，一如你用我。主啊，我求你帮助我改变我的人生。是的，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爱你。是的，主耶稣，让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能够定睛在主你的身上，让我们的眼光并不是属世界的，乃是属神你给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来看到主你亲自拣选的领袖，他们的爱流传在我们的当中，因为我们知道这份爱就是要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是的，耶稣，我们需要这样的领袖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看见主你的话语，主你的道理，哦，主你的真理真的是流传在我们里面。是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给我们爱人的能力。当你在看见团队当中有领袖被排挤，有领袖被误解，甚至有领袖刚好做了一件事情做错了把柄被抓到，大家联合起来提醒他的时候，我邀请你有勇气为他说爱的话语，有勇气为他说挽回的话语，好让整个的团队不要继续的针对一个人放大他的软弱。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勇气，能够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时候，我们依然有勇气；能够在大家一面倒的时候，我们依然有勇气，有爱人的勇气，有为领袖说话的勇气。好不好？我们为了自己的心，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知道这是一个挑战。当我的环境开始要对一个人不利的时候，我的环境开始要对一个人说负面话语的时候，主，你给我勇气，你给我智慧，你给我勇于为他说话的心。主啊，我愿意按照你的心，站在真理的这一端来提醒软弱的、错误的。主啊，你帮助我。是
的亲爱的阿爸父神，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爱的器皿，主啊，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和平之子。主给我们一个眼光，叫我们从那个分别树上那个指头拿下来，以至于主我们能够在生命树里面来彼此接纳，主啊，我们能够在爱里面彼此来包容。主，求你赏赐给我们那个胜过一切的环境、一切的一个舆论的一个勇气，主啊，以至于我能够为你来说出当说的话。主啊，你叫我们在爱里面彼此的来造就，彼此的来帮补。主啊，以至于主你让我的眼睛不再是好像是那放大各样的缺点和错误。主啊，我能够看见主你的国度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主啊，你的爱的国度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让我们在彼此相爱中来建立主你自己的大能。孩子，感谢赞美你。亲爱的主，谢谢你，我们今天看到约拿单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主啊，我真是看到这何等美善的画面，愿你把这样的恩典向我显明。主啊，让我在团队中能够成为别人的约拿单，也求你为我预备我的约拿单，使我们能够在教会里头彼此相爱。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起来。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